我们已经到处罚的阶段了，但是呢，我们是一个呢，在做环境教育的一个有机工厂，所以呢，我们这边有很多的观众。我们今天呢的整个惩罚呢，除了是惩罚之外呢，我们要寓教于乐，让大家知道呢。 黄豆的一生吗？对，要告诉所有的小朋友，这个黄豆是怎么变成豆浆，变成豆皮的？小朋友，你们找到喝豆浆吗？有。那你告诉我，豆浆是由什么东西变来的？黄豆。黄豆。黄豆，对了，黄豆。黄豆。好，很简单啦。我示范给你看哦。好。我们现在我们两个是什么？ 没错，对，然后黄豆要磨一磨，才可以变豆浆，好不好？要磨，黄豆要进去磨。待会你这边有一个按钮，按下去，我们就会开始磨了，好吗？好，请准备哦。好，啊，你要按了没有？要干嘛？按了。按了。怎么磨不起来了？ 黄豆好晕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有，现在已经变成自己变水水的。好水，好水，好水，好水。OK，这个就是黄豆变成豆浆，这样清楚了没有？清楚了。好，接下来要变什么？哦，豆皮。想吃蛋饼是不是？是豆皮呀，豆皮，是豆皮。那我问你，好。 豆皮是什么来的？豆浆哦，哎呦，可以哦。豆浆加什么？煮热。然后呢？捞起来。捞起来！哎，他很聪明耶。那他都会了，我们这一段就不示范了。谢谢。不要啦！再见。看不懂哦。看不懂。看不懂啦！我跟你讲一下哦。我想那是谁？啊，那是你啊！哎，那是你，那是你。 来来来，我跟你们讲哈，刚刚不是我们变豆浆了吗？现在的豆浆躺在这里了啊，然后呢，豆浆煮滚，下面再滚有没有？一直在滚，一直在滚，哎，滚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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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它上面就有一层膜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把我们这一层膜有没有？这一层膜要把它捞起来，这个就是豆皮。 OK， 那这个你刚答对很好，这个可以让你带回家。哎，可以让你带回家。他答对了，小礼物。你喜欢吗？他喜欢，来喜欢。接下来我们要变成豆花。豆花，嗯，豆花问阿嬷。阿嬷。阿嬷。打火是安那来的？啊，恁两个不是拢阿嬷？反正，啊无恁两个什么人知影，什么人讲？ 酒糕，你知影吼？酒糕，酒糕落去夹。酒糕，对啦。伊就是爱啉。凝固剂啦。对，哎，一堆头尾啊，爱甲接起来呢。哎，是唔接起来？对对对。得爱啉一种物件，来来来。来来来，凝固剂伫遮，硬邦邦的。硬邦邦啦。来啊，观众朋友啊，这管较啉落。哎，好，你管啉会着，看下你到底换一只好唔好？三个老乡。哦。 安尼吼，慢慢啊，安尼吼，哦，哎，阿妈，阿妈，我那有变丁呢，哦，对，对啦，对变丁，对，我这，加加加，我卡头乌啦，阿妈你阿公款，卡泡嘞，卡泡嘞，卡泡嘞，哦，电工，还有电无？有啊有啊，你管上你一定等于阿公啉，你变，啊，你变变，阿妈啉无？啊。 还有阿公，你，你给我立马，给我立马，哎，规定起来，规定起来哦，豆花，小朋友会变成豆花，哎，来，阿妈，请你吃豆花，请你吃豆花。